们去扫墓为什么没有带纸钱呢？因为在野外用火会引发火灾的。哦，这样就会很危险吧？没错，因为春天风干物燥，一个小火星就可能引发大火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所以清明扫墓不能烧香烧纸钱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带鲜花美酒献给爷爷奶奶啊。那我们快走吧。